宝贝，宝贝，你把我收好，你收好。这第一次来，我看黄小姐也是衣食不缺的，实在不知道备什么礼，所以这是我自制的飞碗霜，效果好得很，姐妹们不妨试试啊。谢谢，我也想试试。怎么样？这个味道喜欢吗？夫人，你这飞碗霜不管有多少，用料需要多少花费，我全包了，只要你不卖给第二个人。王月离，我的花卉你来干什么？黄若云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用你管。你要封回自己家里封去，不要叨扰我的贵客。贵客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跟我走。放开！这也没个面纱，他的脸可是白净了不少呢。啊，你的脸还真的哎。王小姐，你这脸上的红肿消了许多哎。用飞碗霜了吧？哎，你黄若云，原来宁夫人的飞碗霜确有奇效，连王小姐的陈年烂脸都治好了。你太好了，宁夫人，你还有多少呀？我们姐妹们都要了。哎呦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都有，你要多少都有啊，都有。黄若云，你也敢跟我抢？我就跟你抢，怎么了？你给我什么？夫人喝醉了酒，还把脚给扭伤了。是，听说黄小姐和王小姐因为争抢飞碗霜大打出手，不幸伤到了夫人。那她喝酒干什么呀？飞碗霜没卖出去，借酒消愁。不是说好去打探消息的吗？怎么又开始卖上货了呀？怎么喝成这样？让我来。宁轩，真的是你呀？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，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？至少卖不出去。我卖得出去，我卖得出去，我卖得出我的宝贝，宝贝。你把我收好，你收好，你把我收好吗？那我交给你的任务呢？什么任务？不是卖飞碗霜的吗？我还真是高看你了啊！